什么流行歌曲通常都是三分钟？哦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A， 这个我知道，我还没说完呢。A， 我都不用选项，我能直接告诉你。三分钟左右是听众欣赏音乐耐心的平均时长。B， 最早的黑胶唱片只能播放三分钟左右的音乐。C， 三分钟左右的音乐结构对于流行歌曲来说是最科学的。啊，那就是这个了，那就是这个了。你怎么感觉灵魂先走了一会儿？没有。B， 最早的黑胶唱片只能播放三分钟左右的音乐。三、二、一。都是 B， 没错，正确答案就是 B。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，对，因为。